再看这两块盘是不是就各占了一部分，一个六个进，一个八个进，然后是不是组成一个地盘啊？如果你需要，是不是可以随时在里面扩容？扩容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随时去选用哪一个这个探索啊？它要更加灵活多变，它适合的是不是就是什么？当硬盘不够的时候，是随便什么扩容啊？然后三这个除了本盘之外，是不是还可以随便找个盘啊？啊？甚至都可以不用本盘，随便找个盘是加进来。比如说把这一块盘再加进来六个 G。OK。OK。看到了吧？那这样的话，它是要比简单电视要连灵活的多得多啊。那么，但是它只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什么？是不是可以缩扩大和缩小我的这个分区的大小？没错吧？啊，没错吧？但是它不具备这个数据冗余的功能。什么叫冗余啊？就是备份。这是跨区帧啊。再来说一下带区帧，各位，带区帧也同样不具备这个不具备这个数据冗余功能。但是首先它跟刚刚这个跨区帧一样，必须最少有两块硬盘，否则是就不是跨区了，是不是简单这样？没错吧？那这里也是必须最少有两块硬盘。其次呢，这个东西比刚刚不一样了，什么？空间吗？每块硬盘提供的空间必须一致。OK， 刚刚不是吧？我估计的时候有个大有个小。啊，是不是选出来了？那么每块空间大小一致，那么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？你可以这样理解：假设我有一个十个 G 的文件要往这个分区里拷 ，OK， 那我都知道硬盘的速度是不是最慢的？是不是最慢的？但是这个十个 G 的数据可以干嘛？它会分别写入不同的词，那也就是说。一块硬盘写的速度，假设每秒钟50兆，那三块硬盘同时写，那它是不是理论上来说，存储同一个大小的文件，是不是速度会翻三倍？但是只是理论上，不会达到那么快。但是它是我们所有动态磁盘当中读写效率最高的，它是我们往里写、往外读效率最高的，因为它相当于把文件分割，然后这个平行的这个写入，明白？啊？但是它同样不具备数据冗余功能，但是比刚刚的这个跨区帧是不是要先进一下啊？跨区帧是不是只有一个增长和增加的这个效率这个功能 ？OK， 它和简单帧比最大的效果是什么？就是看啊，其实我们说这张幻灯片也一样 ，C 函数还是基本。看到了，因为 C 盘是已经装好系统，它必须装好系统是不是才能进去才能装，能看到吗？就跟我刚刚讲那个 C 盘是不是没办法再改成动态磁盘啊，不是能改成动态磁盘，但是不能改成跨区帧，只能用简单帧，听懂吗？啊，那如果是那种用那个 U 盘 CPE 先把它那个磁盘的，但是有可能会崩溃，但是啊，你可以试试，好吧？不是，就是我知道，没装系统之前不行，它连盘都没有，分区都没有，你得先分区了，我分完区直接改了嘛，应该理论上应该没问题。OK， 啊是，好了，各位，我们说我们的跨区，先说简单帧是不是最基本的，它能干嘛？简单帧的效果能干嘛？为什么要做简单帧？动态调整磁盘大小啊，是不是说过了？那为什么要跨区帧？它跟简单帧先进在哪？它是允许可以在多个磁盘的时候随便去接，是不是要比它灵活？那肯定跨区帧是应该是最常用的，因为一块硬盘在我装系统的时候，一般是里面的空间网是不是全部都占用了？啊，然后带区帧比它的先进之处在哪？它是不是相当于把文件拆分成三份是同时往里写？啊，它的读写效率是最高，能听懂？但是它有个限制是吗？那我们试试，我是不是还剩点空间？
啊，那么首先我们现在创建了什么？代数卷吧。然后下一步，我把三块磁盘是不是都加进来？啊，这个时候我每块磁盘用6.6个 G，但是你看，三块磁盘都变了吧？同时改了吧？它必须一致，改成不一样，代数卷无法创建，能听懂？那么下一步我们试试啊，F 盘啊。看，这种是这块是这样的，你有这个分区，它是不是才出现这个标识？没有是不是就没有，对吧？那现在每块硬盘是不是都是6个 G？那我问你，F 盘的大小是多大？18个 G 左右吧，对吧？对吧？它的好处是，它是不是既具备了之前的那个性能的好处，可以动态调整大小，对吧？但是缺点是什么？它的数据是不是必须三块盘的这个空间是不是一样大？但是我们说，越到后面的这种动态磁盘格式，它是不是就越先进？好处是不是就越多？但是限制是不是就会越来越严格？能听懂吗？基本卷或者是跨区卷是不是应该是最灵活的，随便怎么用都可以？能听懂吗？有没有问题啊？啊？这是代区卷，有没有问题？它这个如果三块硬盘有一块坏了，它会再加块新的，是不吧？会，不会。不会，我说了没有数据容易功能，我一直在说吧，坏了干嘛？放进去就坏了。整个分区里所有的数据全部丢失。OK，那也就是说，任何一块硬盘坏，整个分区是不是所有数据全部丢了？那这是不是它最大的问题？这是不是就是它最大的问题？是吗？没有冗余吧？能听懂我在说什么？能听懂？那么这是新建带区卷啊。这个都已经是我没啥说的，好了，我们来说镜像卷。镜像卷指的是什么？首先，它只能由2块磁盘组成，比刚刚的限制是要多了啊。那么它只能由2块磁盘组成，OK？那么不像刚刚是不是就大于2块就行？然后呢，2块磁盘的大小必须一致。OK，然后呢，它支持磁盘冗余，一块硬盘损坏，数据不会丢失，但是硬盘的空间利用率只有50%，啥意思？它相当于两个磁盘各拿出10个 G 组成一个分区，但是这个分区大小只有10个 G，两块磁盘各拿10个 G 是不是应该是20个 G 啊？那但是它实际使用空间只有10个 G。说明啥？相当于啥？把一个数据两个分区里边是不是各存了一份？两个卷里各存了一份，能听懂？其实是完整备份。好说，丢失一块硬盘，数据多吗？不多吧？缺点，写入速度是不是最慢？为啥？我们说了，硬盘是不是最慢的家伙？你把一个硬盘写上就够慢了，然后把两个硬盘也写成一样的，那是不是最慢？但是好处是什么？最安全，能听懂？还有个缺点，它的硬盘损耗率是不是就比较低？能听懂？那么各位，我们把这两个从这里开始，从带区卷开始，就叫做 RAID，RAID 磁盘阵列，磁盘阵列，OK？那这个是 RAID 零，我们把它称作 RAID 零级别的 RAID，OK？也就是说，带区卷一块数据是分成三份，同时都要表现。好处，存储速度快。然后呢，没有磁盘损耗，这点没有磁盘冗余吧？那这种我们叫做 RAID 一。好处有磁盘冗余，缺点在硬盘损耗最大，然后呢，写入速度最慢，能听懂？啊？那还有。另外一个折中的，我们做一个镜像卷试试，好吧？OK，我把跨区卷删掉，好吧？好了，我现在新建带区卷，啊，不是镜像卷，对吧？啊，首先镜像卷在这里啊，新建镜像卷，镜像卷只能2块硬盘，看还能再加吗？这三块加还能加出来吗？不能了吧？其次呢，
它的大小是不是必须一致？啊，假设我每块硬盘八个 G， 可不可以？可以吧？其次呢，保存，下一步，快速格式化。给它给的是不是 D 盘？给的是不是 D 盘？那我来看看 D 盘多大。按理说，两个八 G 组成的是应该是16个 G， 但是看多大，只有八个 G。原因，它是不是完全来做硬盘备份的？能听懂吗？那各位，那我们就发现了，不管是 read 零还是 read 一，我们发现了，不管是 read 零是不是都会有一些明显的缺陷啊？ read 零是啥？是不是写入速度快但是没有冗余？但是 read 一呢？写入速度慢但是有冗余，对吧？所以啊，各位，我们就会出现什么？别瞎说啊， read 零一和 read 一零。什么叫 read 零一呢？看啊，我拿两块硬盘出来，大小一致，两个假设实际的，它们先组成 read 零。read 零的好处，读写速度快，是不是？但是是不是硬盘大小必须一致？但是它没有必要是两块硬盘，三块硬盘可以吗？可以吧？啊，组成一个 read 零，然后呢？我再拿出来同样大小的三块硬盘 ，OK， 再组织一个 read 零，明白我说什么？然后把这两个 read 零组成的分区再组成 read 一，看懂了我说什么？啊，首先 read 零是不是只能帮你写的速度，但是速度是不快，相当于什么？来，只要来数据，是在这个入格零变成一段，在这个入格零就是再变成一段，那是不是入格零一？能听懂？先组建入格零，再组建入格一。要反过来呢？先组建入格一，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只能是两个两块硬盘？先做入格一备份 ，OK，OK， 啊，然后再把它组成什么？read 零，效果一致，是不是都是既有备份，是不是又有写的速度？这样的话是做的折中，只是需要更多块硬盘，最少是需要四块。听懂了？那各位在实际工作当中 ，read 零和 read 一都会有很大使用，但是当我们对一些硬盘的这个安全性或者说要求较高，不想让它丢，那么我们就会花一个比较夸张的时间和这个硬盘数量。组织 read 零一或者 read 一零 ，OK， 这样做它是安全效果最好，因为这一组硬盘不可能全部都一样，能听懂？一般只有换一个，啊，那么是不是不会影响这个数据？就是，啊，各位，一般是组 read 一零，所以 read 一零一很少见，为啥？我问你啊，假设这块硬盘坏了，能修复吗？read 零是没有修复功能的，啊，只能干嘛？把这个整个是删掉，然后把这个数据是备份到三块硬盘里，然后再重新去建，重新构建起来麻烦得多。那如果是 read 一呢 ？read 一是什么？它不光是把两个硬盘是吧重新备份进来，而是什么？而且什么？它是有修复命令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硬盘坏了 ，OK。把这块硬盘取走，能听懂我说什么？然后换一块新硬盘，用 read 零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硬盘修复，它就可以重新组建 read 零，明白吗？再说 read 零是没有冗余功能的 ，read 一是才有。那如果你先组建 read 零，修复起来是就会变得异常麻烦，所以一般会做什么 ？read 一零，而不会做 read 零一。所以你们一般会听说 read 十 ，read 零一只是理论上的概念。一般都会有人见的是 read 十，听懂了？哎，
我第一次听说瑞的十的时候，把我打懵了。我说瑞的还有十，后来才听说啊，原来是你自己的二货，把我给气晕了。但是面试去，你是不是不能挑别人？是不是别人挑你啊？他真说瑞的十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意思就行了？别骂了，说你个二货，别干这事了。这不是咱上课，听到吗？好了，瑞的一零有没有念？没有。有没有念？这只是你对象的知识，后面我们在 Linux 当中会讲它如何修复。OK， 啊，其实在 Windows 里更好，更简单，是啥？我刚刚组完了，这是不是 Read 的？这个是几啊 ？Read 的几啊？忘了啊，这是镜像圈，对吧？啊 ，Read 的一。那么假设我们某一块这是打磨你的。啊，对，我教你怎么做。今天锻炼，啊，锻炼，把这块磁盘删掉。明白我说什么？通过物理来做，把它锻炼，然后呢，我就不做了，比较麻烦，你们下来自己试试。把这块磁盘给移除，然后启动。那这个分区是不是铁定不能用了？然后呢，这里就会干嘛？看中断镜像，把这个把这块分区给中断。把这一个镜像给拷走，能不能？然后呢，拷断之后呢，断电再干嘛？加入一块，然后这里就会有修复，然后右键一点就可以修复，明白？简单，同学们有好处，下来自己试。OK， 好，非常简单，比较麻烦，需要重启好几回，自己试试，听懂吧？啊，其实不用，你重启一次就行，为啥？一旦断电，是不是把那个旧的是不是删掉？然后再新建一个新的，肯定是不是不一样了啊？然后直接启动一次，这个就可以看到，明白我说什么？把旧的移除，把新的加进来，然后就是数据备份，然后给这个盘里放点数据，拷几个文档，然后你会发现不丢的，还能用，只要修复完成，图形界面好，听懂吗？那要是字符界面是就比较麻烦了。我们讲到 Linux 的时候再说 ，OK？ 好了，Linux 的零和 Linux 的一。